而且吼，甲大家报告啦，咱这回路线吼，敢若马来西亚到吉隆坡、槟城等等七个城市啊，不但过程吼超过半个月，动员的人数啊更加是上千破万啊。所以吼，为着让大家啊赶紧了解状况，咱吼就先对这个华人占有相当比例的马来西亚开始摄取。古色古香，这个就跟我们的有点像哦。有一点像，但是他们的装饰又不太一样。他们不是纯纯这样子一格车而已，对，上面都有神明在看的。对哦。对啊。哇。然后你看呐、啊，啊，皮卡就是神明车。对。哦，啊，店馆那么差奇啊。你现在我其实整路你都可以看到皮卡，都是皮卡、欸，然后有的是上面只有载神明，有的上面是有人的。我觉得很奇妙、欸，皮卡是不是他们的国民车啊？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、欸。还是神明专属座驾？哎、欸，那台湾的都是什么？台湾哦，很多都是发财车啦，有改装的发财车啦、哦，这个就跟我们很像了。有有有。对，进场的那种感觉。Hing on 欢乐 ，Hing on 欢乐 ，Hing on 欢乐 ，Hing 啊 ，Hing 啊 ，Hing 哦。神明会不会飞出去啊？啊，可以一起吗？啊，那我们一起哦。好，你们带动。好，一二三。哎呀！放手。哦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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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了。哦。哎，冰棒死就要没赛啊！超夸张，他们的神教有护垫。有护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那个有缓冲，你知道我刚刚抓很稳，他说丘板盔，丘板盔。嗯。我以为需要叫我滑丢，叫我手放开，丢上去就让神明去天上了。好夸张哦！想未到吼，一来到现场啊，就马上感受到吼当地特有的民俗风俗啦。不但海球的风俗无同款啊，就含这个巨无霸等级的关刀吼，嘛是未输卡达风火轮，油门一摆照常塞咧行啊！哇！哇！他们单独拉出来绕圈圈，啊，进来绕圈圈，帮这里祈福吗？很多起伏，对，哇，这也是热闹啦。对，在马六甲，我们的游街到是会在十字路口或者这种地方，我们会绕圈圈。哦，啊，大多数会。这个关刀是不是重量级的？重量级，因为在马来西亚应该是第一支这么大支。哇，第一支这么大支。那跟你说，这一把关刀是全马来西亚这样看最大，对，那它也是最重的咯。重量大概是多少？重量不是最重，因为。在吉隆坡有一支关刀，它是实心的，这个红心的。哦，那边原则更重。那能这样出来吗？不能，因为那个是已经是很老的历史了。是，对，啊。那我们这个关刀有多重？这个关刀大概在八百多公斤。八百多公斤？对。也难怪这么多人护着。对呀。然后用推车。听大哥讲吼，这支气派大关刀啊，就好比神尊同款啊，那是袂当乌白摸的哦。咱只要吼放咧边啊，就会当受到帝君的庇佑啦。只是吼，马来西亚的天气啊，实在是太热啦。不但是新民廖景孙城啊，拢办咧暗时啊较济啊。就算讲吼，是阮去的这个十月天呢，现主时的温度平均起来毛30度左右啦。所以吼，卖讲塞这只关刀袂快活啦。哎，那是吼，要让伊走起来啊！哈哈，保证你会怀疑人生，走个稀里里哦。哎，转三圈啊！跟着转哦。你爸不要转，不好，不要，不要前方跟着转，危险。好，我们先跑。我们稍微外围的跑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始了。哦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哦哦。我们跟着冲。好。我们跟后面冲吗？好。哦。
林龙花啦，这一圈被我们追到了，花啦，哦，超小心，我们超担心那个重量级的那个刹车没刹好，我们自己把机哦，哎呀，谁在头前在看？有啊，哦，因为它整个这样转，它有那个离心力耶，其实外围好难跑哦，好喘。对，关公巡城有这么活泼哦，这么热闹。因为这个行程是国际观光文化节，对，所以这么热闹。哦，我马六甲，我们有11间公庙联合在一起来主办这个活动。哦，11间吗？11间，对，头、中、尾全部都是观光，全部都是观光庙，11间。虽然满六甲算讲是花莲比例吼较悬的所在啦，但是因为当地吼也有其他的族群甲信仰，所以啊，白白拢是顺声了境。但是吼，咱看袂到辣炮的场面啦，也嘛看袂到辣妹钢管。反倒转来呢，是凝固地方对地君的信仰，也佫维护传统民俗的心啦。只是吼，伫咧顺声结束以后啊，听讲吼一定要去试一项美食咯，不但会当补充元气啊，更加是在地好料理。巡城完，听在地人医生说，一定要来的地方，接着要来的地方就是这里了，也超热闹哎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马六甲的那个沙爹猪肉，我们在马来西亚话叫沙爹猪肉。猪肉。对。沙爹我知道，就是我们的沙茶，只是它的料更多了。嗯。那猪肉是什么？猪肉是串串，有一点类似关东煮的概念。那只是关东煮，你们去全家，它就已经放在锅里面煮了吧？对。那这一边的关东煮需要自己煮，因为它这个煮出来它会非常的浓郁。哇。现煮哦，对，现煮。好，那我来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好了。哦，在之前吧，就我们不会现煮，因为在之前的一个传统就是已经有了一锅这个底料在这边，就我们这边的人吃完了，这桌吃完我们离开了吧，下一桌的人就会继续用这一个锅，一直续煮，一直续煮，它会越来越浓，越来越香，越来越好吃。哦，这是以前的做法，现在就是一锅，因为卫生。对，因为卫生。那为什么我们这样满身大汗来吃这个是过瘾的？不是过瘾啊，你们不累吗？我们巡城走了10公里耶。这个沙爹猪肉吼，大家呀都甲当作是土豆口味的火锅啦，不但是香滚滚、滚滚香，任何的食材吼，甲炖落去啊，拢嘛是哈气味绝佳，口感一流啊。只是吼，看这个在地人咧吃，不但是番薯啊粉直直吹落去啊，既然啊含规支的番薯啊吼嘛煮来吃咧，吼吼，我讲吼，这到底是因的胃肠较勇，或者是吼咱较少见多怪哈？可是像马来西亚天气这么热啊，都已经在流汗了，然后你们还吃这么辣？对啊，不是更不舒服，就一直流汗很热呢。因为能够把体内的那个热气给排除啊，而且流多汗能够促进那个排毒嘛。因为在马来西亚吃的那些食物都烧高卡路里，所以如果不吃辣椒哦，我觉得我会比今天还要更大。哦，你是因为有排汗，所以整个人血液循环。对呀，代谢，对，新陈代谢会比较好哦。不然其实来这里都很想喝一些冰凉的。对，就是要这样，干杯。干杯。哇。